永和玉溪里活动中心一早挤满人潮，妈妈们将泡了一个礼拜的果皮酒精放进含有苏打粉和椰子油起泡剂的水里，均匀摇晃，一瓶天然果皮除油清洁剂立即完成，去污率可以说是百分百。借由永和社区学院课程，让李明可以动手 DIY， 进而认识新朋友。那柚子皮就把它刮出来之后，我们就装在玻璃瓶里面，然后把它用酒精腌上去7天。7天就是今天，因为我们这是上礼拜做的哈。那7天之后，我们就加上椰子油起泡剂，还有一点盐，还有小苏打粉，然后1:1的水，这个精油一，然后水一，这样我们就可以做成厨房的清洁剂啊，也可以洗碗都可以。交朋友啊，这个年纪了哦，好像参加一个大家庭的样子哈。跟那个同学好像姊妹一样。可以做朋友啊。除了社区学院多元的课程，在活动中心2楼也有瑜伽班，听着老师的口令，学员舒展筋骨，放松身体。做瑜伽除了能增加柔软度，也可以使气血通畅，吸引许多妇女前来学习。谢谢里长哦，有这个活动中心给我们哈，做运动，让我们这附近的里民哦，有这个荣幸可以哈，对。身体好的部分哦，真的很谢谢里长。我们瑜伽班的妇女能够在这边一个成长，然后能够健康，然后年轻，大家对我们妇女，大家都很高兴就对了啦。永和区公所提供我们一些里面活动中心，让我们一些里面能够在这个场地来使用。我们现在目前开的社区大学班、有歌唱班，相当的踊跃，对银华族老人来讲。也获得相当的肯定，很高兴。里长提供环境，让民众有不同体验，充实里民的生活，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一同来共襄盛举。中嘉新闻罗植庄、陈嘉云永和报道。